我吗？我钱不够。没要啊。不行了，这药12分钟肯定卖不了。我的天哪，12分钟先留一留吧，不急。反正现在买了真眼也是被排，打排位少买真眼，就是给对面送钱的。别人也不会守你的真眼，打排位队友也不来帮你守真眼，是买了也是送钱。打排位买真眼等于扣那个105，打排位买真眼，兄弟们，良心提醒。没办法，塞拉斯触发自动平 A 了，我直接把小虎屏蔽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有一个事实，有一个事实是你不买，不买。我打比赛买啊，啃猪找不到毛病。跟你们说一声，打排位、打训练赛买真眼最不喜欢买就是小虎，天天被啃猪说，我从来没被啃猪说过。所以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哦？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要强调买真眼这件事了吗？因为只对他说。那训练赛多买一点吧，比赛多买一点吧。这个叫什么？就是那个叫什么？自己舍不得卖，但急了，急了，已经急了，已经着急了，这哥们。这排位不打，在这里天天急。他训练赛也是这样的，无聊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小虎就像是你们这些弹幕，越理他，他越兴奋。怪物来了。哎，我卖了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操！我把那个东西卖了，我把鞋卖了。所以9/3等于3，9/3等于3，然后这个等于10秒是吧？这个是10秒是吧？啊，这个是10秒是吧？这个是10秒是吧？这个10秒是吧？这个10秒是吧？你们懂了吧？我每次打训练赛是这样的，负重抗压。刚来的时候他特别欢，天天这样。负重的呀，李元昊叫的越欢，我杀的越开心。我已经习惯了，让观众们也见见我们平时的生活。小心啊，剑姬！这猪妹 Q 过去我就 TP， 正义 TP， 上！哎，滚！看到了吧？我即使顶着这样的压力，我都能照常发挥啊！前面那么的惨，小虎在磨练我的心态。小虎这样我都习惯了，他也就现在平时就这样。等我下播的时候，我就要动真格的了。他现在也就只能仗着你们保护，现在这样说一下。下播他这么说，我直接动真格的了。是的，我直接动真格的了。他刚刚开始就是这样的，直接动真格。怪物。兄弟们，等等我！怎么直接踹死了？
不要啊，兄弟们！能不能抽个？来人保护啦，要稳定，那个要守恒啊，波太多了，这分守恒不了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么肉啊，兄弟们可惜GG we play， 我会比小虎吧，不是人人都跟他那么幼稚且可怜的，哎呦，只有他那么闲，他太闲了。